想自行表达的一个时刻，是因为什么事情？我觉得我最尽情表达的一刻就是现在。嗯，对。怎么写的今天？就是新浪娱乐，新浪娱乐，新浪娱乐。你不要夸我。最近有什么事情是你蛮想去倾诉的吗？但是可能碍于自己的一个身份，还是算了。最近最想就是赶紧就想分享我自己最近的一些学到的东西，或者说最近写的新歌嘛，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东西不能着急嘛，所以就还是想要留在库存里面一下，对，这样子。嗯，